们十二月出头嘛。对。OK 啊，马靠有公司上台、欸。要去不要去马靠？去台湾，我要去吃完。台湾好，台湾好。没有，去北京烤鸭。烤鸭对烤鸭那个。可是十二月你们有空吗？十二月。十二月几时？不是二十多号吧？哦，不可以哇。十二月有定义 Chinese Chamber Music Festival 20到22号。哦，对啊，忘了有演出啊，对不对？在哪里？在 Esplanade Recital Studio 20到22号。有很多人过来嘞。有谁啊？有谁？有北京的乐团。澳门的乐团还有台湾的乐团呢，哎，都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刚好我们 not bad， 好吧，我们那叫他们带食物，没办法，就在新加坡看着他们吧，很可怜呢。OK 啦，20到22号一定要去看呢。我们记得啊，我们在演的。鼎益 Chinese Chamber Music Festival 20到22号 Esplanade Recital Studio， 记得来支持。